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贺阶阶巴易烊千玺主创的这就是 battle 海选季决赛的比赛现场。在这阳光明媚多云转晴的街道，我们将有四位选手用自身最擅长的舞种进行的 battle， 线上线下的毛军数量是他们谁将决胜的关键。本次 battle 的最终赢家将出任街头制作人，带领俺们走上贺声巅峰。想想还有点小激动。 First round，刚刚拿下五大难堪满贯的模特阿易带来了他最擅长的 Model Show。 为了能完美呈现这个赛种，鼓励鹤迷们将街道作为秀场，赫赫精致从你我做起，顺便再争取个一笑而过。他不但力邀艺术家与雕塑互动，走出了一波迷幻英伦风，还搬出自家小文物千玺弟弟砸锅卖顶上演雅痞绅士。至于毛尖走势如何，看大佬的架势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呐。前面的猫都秀呼声还没落下，公益领头羊应付反应部长易骄傲带着他精通的赛种 Teenagers 他不仅出席联合国青年论坛，提倡青少年关注健康生活，关爱留守儿童，还在官网头版头条推出了自己大学时期的力作《舞动小红旗呀，唱响新赞歌，咱们青年有力量，嘿！》引得一众迷鹤再次投身公益，暴走捐步，实现人人白富美，大有把节目变成这就是青年的架势。果然是羊有多大胆，鹤有多能干呀。而面对沉迷小奶猫的偏心铲屎官洋洋，却执意要代表 cute battle 他。意外的是，洋洋没有派独宠的二十上场。我们秉承着八卦之心不死的职业精神，采访到了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事猫。有多少爱可以出来？这片家里老大二叔，中国有很多只猫，最喜欢哪一只呢？我最喜欢我最开始养的那只，叫二叔。二叔比二叔独得安宠的家庭地位一落千丈，都要归咎于自己一时冲动，生来不积极保养，缺少锻炼，最终落得黑方马的名字。现在就是后悔，非常后悔。在本报的努力挖掘下，洋洋小朋友被主裁判易烊千玺心虚认证为移情别恋的错误铲屎示范，因此取消比赛资格。在这里，比比特铲屎委员会特别提醒您：爱猫千万条，专情第一条，言行不规范，错付两行泪。最后一个 round， 美食博主一起吃，用其独创的史诗级高红做豹子拍法，贴心带来了这就是早餐，迅速攀升为贺国之光。他表示，高湖美颜粗暴滤镜，无需高难 P 图技巧，无需复杂的拍照软件，再配上夏天的广大肥鹤， Oh my god， 这才是真正的 battle 之光。广大鹤民务必牢记，选他选他选他。节目最后，他把易烊千玺这次节目组有收多舞蹈的执着，企图用贺师傅绿茶拉拢节目组，为其开通专属毛巾通道。而节目组当然毫不逊色，义正言辞，坚定不移的同意呢。请大家多多支持街霸的舞蹈事业。本次挑战赛由鹤谷平台比比特一周报独家放送，现场观看的鹤迷们也可以通过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参与 battle 投出毛巾。街头制作人究竟花落谁家？敬请锁定周六，这就是街舞，寻找答案哦。